我都高兴的只知道傻乐了，哎呀，太开心了！因为《歌声与微笑》是分享跟朋友之间友谊的这么样一首歌嘛，看他们两个上台的样子，就知道他们真的是有深厚的友谊。这是第一。其实整个上课的过程当中，扎西一直都在教我，对不对？教我们两个说藏语啊，跳锅庄。所以说，我觉得音乐大师课很有魅力的一个地方，三人行必有我师，非常的完美。谢谢你们，谢谢魏老师。其实说到我们那个国家的这个少年儿童歌曲这个创作呀，是有两个很繁荣的时期的，一个就是50年代，像大家非常熟悉的《我们的田野》啊，《听妈妈讲过去的事情》啊，《小鸟在前面带路》啊，这样一大批好听的歌是50年代那个时候出来的，就好比让我们荡起双桨，对对，是这一批歌曲的一个代表。同样，在上世纪的80年代，比如说《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》，滴哩滴哩啊，还有每当我走过老师窗前，歌声与微笑这首歌就是这批歌曲当中的佼佼者。对，而且还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呢，就是在我们国家的第一个探月飞行器嫦娥一号上也搭载了这条旋律，就带着这首歌飞向太空，进入绕月轨道，把这首歌传遍全世界，传遍宇宙，释放了我们中国人民的和平。扎西，今天我听说你的老师也来了，是不是？对，我校长。啊，你的校长也来了，欢迎您，校长。看着扎西和之前的扎西，您觉得有变化吗？有变化，太大了。他交了好多朋友，学了好多知识，他一直在跟我分享。他说我讲了什么什么，这是我的朋友，这是我的老师，怎么怎么样，怎么怎么样。所以的话，我觉得从性格方面他又变化了。完了以后还。我刚才发现他会分享了，把自己的故事、自己的童年、自己的家乡，把自己会的都把这些乐趣带给别人。我觉得这是他的变化。
完了以后咱们这个导演组也专门给他请了老师，我上次我去看他的时候他这个正在学习，我那边老师也反映这个学习成绩还是挺好的。加油啊，加油加油加油谢谢。